二十年来，腾讯、华为、比亚迪等无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走上高交会的舞台，无数创新企业从草根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。在今天的高交会现场，跟随记者的镜头，一起来看看有哪些高精尖的技术产品亮相吧。 大功率模块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光伏、风力、水力以及智能电网的最核心器件，也是最存在卡脖子的环节。在高交会优秀创新产品展区，记者看到了深圳天蓝星半导体展示了他们的技术力量。该产品具有电流密度高、高开光频率、高抗短路能力，产品性能稳定，和对标国际大厂同规格产品。 深圳天蓝星已经成为国家电网、比亚迪、韩国现代汽车、福特汽车、华为、荣耀等国际知名企业的供应商。